好了没有 ？OK， 好，请再退回原位啊，再回原位。我们先每一个人都有一分钟啊，发表这个得奖感言，好，来，宝贝姐妹上前，好，宝贝姐妹先来，来，你们获得这个十大最受欢迎的这个红星大奖，歌台红星大奖，有什么感言，有什么话说来？其实要谢谢很多这个大哥大姐们，在这个十二年来都很支持宝贝。那希望宝贝呢能够再接再厉，把更好的节目献给所有朋友。也希望大家今天用掌声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还会支持我们吗？谢谢，谢谢大家会把更好的成绩再呈现出来给我们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谢谢。我当然也要特别特别感谢那一班穿黄色衣服的朋友，谢谢你们，你们是我们宝贝姐妹的好朋友，谢谢你们的支持 ，Thank you， 谢谢。OK， 好，谢谢宝贝姐妹秋文。非常谢谢今天晚间的这个时尚的活动是由我们的新民日报所主办的，主办的非常成功。那么我身为马来西亚的一个艺人，能够在今天晚间领取到我们新加坡的歌台十大之一里面呢，感谢到非常的开心，也希望所有支持我的朋友细细的支持我，好不好？谢谢。好，关雪儿。谢谢。那今天呢，我拿到这个奖呢，我真的是很开心。因为呢，目前呢，我是比较少亮相，就是比较少唱歌，都会拿到这个奖。谢谢我身边的朋友支持我，谢谢。好，麦慧。谢谢主播大局，我们这个新闻日报跟这个新加坡艺人工会协办的这个红星大奖，24年的成绩能够得到这座讲座，我真的很开心，而且很压抑。要谢谢在这24年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默默的耕耘，所有的中，谢谢在场的每一位嘉宾朋友，你大家出钱又出力，给我这个时间，给我这个机会站在台上，谢谢在场各位大家，给个掌声给自己好不好？好，谢谢您，我会继续努力，谢谢。庄希玉。我就不大会讲了哈，谢谢大家，我要谢谢我妈妈，没有她我就没有办法站在台上唱歌了，谢谢 ，Thank you。大家不一定要很赶时间哦，你在台上可以讲到哭也没有关系。提前先要谢谢你的岳母 ，OK？ 谢谢，谢谢。那么很久没有上台领奖了，那么记得我最后一次上台领奖的时候是在1986年，那么参加新加坡的一个全国的歌唱比赛，荣获这个双料的冠军。那时候呢，我还是单身。那么1986年到现在2009年，那么等了这个机会很久，那么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那么拿到这个奖项呢，非常的有这个满足感。当然先谢谢新民日报，还有呢所有的赞助商。10年前，那我曾经呢看这个电视，那么看到新传媒的这个红星大奖，那我有这个念头，为什么电视台有红星大奖，为什么我们的歌台没有？那么始终这个念头这个概念，终于让我们的新民日报给我们的歌星完成了这个可以说是梦想。谢谢新民日报。其实呢，很多艺人说歌台大奖，那么可以奠定艺人在舞台上的这个认同，他的地位。那我本人的感觉是，这个新民日报所主办的歌台大奖，无形中给我们艺人站在舞台上激发我们的奋斗，还有我们的信心。第二，也使到我们所有的看歌台的朋友，所有的观众朋友，对我们艺人的认识。再次谢谢新民日报，希望大家您支持新民日报，谢谢。后面的不满了，说他讲得太长了。OK， 来，王雷。这个感谢大家哈，我得这个奖哈，多谢哈，真正感恩感谢哈，谢谢，多谢。他是带王雷领这个奖啊，佩芬。感谢今天呢，出场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当然还有我们的
时间的这个 SPH 的这个英文报章哈，就有这个歌台大奖。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咦，这个英文报章有这个歌台大奖，那几时呢才会呢到这个呢华人的这个报章呢来办这个歌台大奖？今年呢，终于让我们等到了《新民日报》的红星歌台大奖，真的哦，非常非常的这个空前绝后。然后呢，真的非常感谢呢所有呢有剪下部本的那些支持配分的一些呢好朋友们，谢谢你们哈、哦。然后呢让你们破费了，希望呢倒背点点嘛，我最后一个了慢呢，我保不准。那希望呢大家呢都可以给我们全体的这些歌台的艺人呢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加油，也希望呢新加坡各个大大的表哥。请我们的歌台的歌星去演唱，没有你们的邀请，再好的艺人呢也没有发挥的空间，空间。再一次祝福大家，谢谢，谢谢你们哦 ，thank you。哇，讲老恭维，但是有一句话我要纠正一下，他说这个颁奖典礼是空前绝后，空前哪没有绝后啊 ？OK， 这是空前的。好，再次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这是我们歌台最出色的艺人都在台上，当然还有很多很出色的艺人因为没有办法挤进来哈，希望他们加倍努力，明年的十大就是你们，好不好？来摆一个姿势，来胜利的姿势。 OK thank you。 好，请大家回到台前去就坐，那么我们要开始他们到一个一个到台上来演唱啊，不是光拿奖，应该要表演一下，证明一下他们的实力啊。